寶馬汽車香港有限公司市場部經理鄧仲詩小姐同我哋講幾句說話，有請 Anna。各位全媒的朋友大家好，我谨代表宝马汽车香港有限公司欢迎各位抽空莅临出席全新 BMW 五系新车发布会。今日我们发表的全新第六代五系，整体的线条更加动感，而轴距亦都是同级最长，令到车身更加稳定，加上优雅的车顶线条，绝对令人爱不释手。另外，全新五系亦都配备了多项新科技的配备，包括 Park Assistant、Surround View、Integral Active Steering， 以及 BMW 近年极力推行的 Efficient Dynamics 高效动力技术，在没影响车性能的同时，亦能够减低耗油量和二氧化碳的排放。我相信大家已经等得很心急了，稍后大家就可以上到台上面近距離感受一下全新 BMW 5系的完美設計，多謝大家。